地球上有70亿人口，我们能遇见彼此已经是十分的不容易。能够从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再到今天一起携手决定要步入一个人生新篇章。无论你们平时是如何称呼他们的，那在今天晚上，他们都被称作为新人。那接下来呢？我请大家将目光转向我们后方的幸福之门哦。是的，接下来让我们以掌声及欢呼声欢迎我们帅气的新郎哥 Leo 入场。接下来交给我们的新郎哥，谢谢。